无彩，阮安尼开个几十个介绍拢有来，啊，恁拢讲做好，啊，最后为了全力进攻，提到阮，阮一个减一个减减，啊，你提，阮嘛拢提升啊，我阿妈满足你的，要照三啊，你甲我讲，我要代讲哦，很霸道，我嘛是霸道，所以这代志今日，我就马上发一张公文给他们财政署，他讲。恁的国财署哪会用安尼？恁补助阮的钱，阮的规个要走啥啊？恁哪会讲要讲要搞搞终止的终止？这个问题，而且今仔讲要来会砍嘛？啊，今仔讲来会砍，昨昏嘛，我卡着咧，要下班讲，伊有来啊，可以。都没得商量。我说是不是等我们招完标失败了，再来？你们有那么急吗？中央委待过啊，你差半年，如果招商，你用半年时间来招商，本来失败，恁再安尼来讲，阮就不会讲啊。啊，阮这边面，阮这拢，阮这已经拢已经要完成来，你安尼较粗鲁咧，你这样捌看过？那所有陆陆续续，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经费，那也聘请顾问公司啊，针对哈我们旧的台汽这个转运站啊，整个活化计划跟招商引资啊所做的一个规划，那包括我们从2018年开始陆续举办与乡亲的这个座谈会，那同时也对外做招商引资，那我们规划。成为云溪精湛时尚广场啊，那未来呢，从1楼到6楼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划，不只是一楼成为我们的啊这个商店街以及转运站，那2楼以上呢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礼品街的美食街的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商旅啊的一些规划设计。那不晓得国产署面对到什么压力的哈？那在这个月上个月的5月20号哈。只有一纸公文来哈，说他们要把这个活化案拿回去自行发包、自行招商了哈。我们已经程序即将完成，也预计在10月份进行招商啊哈。那现在国产署片面说他们要提早招商，那我们现在的规划案从现在开始就会胎死腹中。那我们今天呢向我们的这个乡亲来报告，那原定国展署今天要来现场会刊，结果在昨天呢突然说不来了哈，突然放我们鸽子了哈，我不能认同这个样的一个中央部会，这样的中央部会大家都是政府机关，为什么说合作就合作，说解约就解约，这不是现在的公家机关应该有的作为，也不是公务人员应该有的作为，这样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